鬼知，江长政，这里是不是味儿？他呀，是犯了宫规的宫女，叫春华。李尚公啊，罚他来这里干一个月的活儿。是，请代我回复李尚公，鬼知一定会好好打点此事。都听着啊，他可是来受罚的，用不着护着他。知道了。 有什么活儿，吩咐他干就是了。江长政，我知道了。你呢，好好在这里干活，要不然呢，永远把你留在这里。哎，我走了啊。江长政，慢走啊，慢走啊。啊。桂枝姐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为什么看起来这么落魄？ 这儿啊，这儿就是我们这些不得宠、不得势的宫女终老之地。你要是看这儿像阎王殿，里面更是十八层地狱。进来吧。给我饭吃，我饿了，我饿了，我饿了。给我点吃的吧。哎呀，啥？我要吃的。快扶起来，快扶起来！我们要离开后宗峰会。 快扶起来！快放手！快放手！他年纪大了，你别为难他。你知道他是什么吗？不知道还是前朝太后的贴心宫女宫中哪个人没有受过他的嫌弃呀？啊！李尚公先进宫的时候还伺候过他。那李尚公现在知不知道他落魄成这个样子？那个时候，李尚公可没少受他的气。 他要是想早点走出这个鬼地方，只能是自生自灭。人家李尚公怎么会管他呀？哎呀，行了，赶快带他进去躲了。没事，没事，这群恶俗才，昨会儿啊，又来找半天了。快走，走！别看了，再有人你好说，打死你！吃饭了，来，每个人都有。 是来伺候你吃饭的，你别怕啊！你骗人！你想学会我的绝艺以后，你就一脚把我踢开，然后你好当掌阵，当四阵，我恨你，我恨死你了！我恨死你！谁老婆子？住手！太后激怒，太后激怒，奴婢贪吃不吃，有的去。 刘长真，你要赶快吃，太后在等你呢。太后，对呀，太后等你去做凤冠，你要把饭吃完，你才可以去啊。啊，是是是，快点快点，来，来，嗯，好，哎，慢点，你得慢慢吃，要是噎着了，你就去不了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 你终于走进了万贞儿身旁，虽然只是送衣服的活儿，但也算是带下贵人身边了。姑姑，我还没说你呢。万贞儿虽然得到了皇上的信任，但她毕竟是长衣一名。你要我去伺候她？哎，你可不能小觑她。皇上对她比对亲娘还好，前太后也对她客气得很。你看着吧，日后后宫之内。 权势最大的，将是此人。真的？我以为之前贵常被选中伺候吴皇后，比我强呢。丫头，你姑姑是不会看走眼的。你呀，以后做事要认真，要小心，知道吗？放心，姑姑，我一定会珍惜这次机会的。上次要不是有我在场。
我看进吴恒殿的该是你，凤琴了。我是怕春华得到好差事，所以才沉不住气吗？小不忍则乱大谋。你以为李尚公真的相信我们说的话？他只是卖给我一个面子。要对付一个人，手法要高明一点。你再出纰漏。 我是再也不会帮你收拾残局的。嗯，知道了，姑姑。来，喝茶。来，喝。辛苦了。 贵枝姐，真不明白你，以前每个北伐到吴恒殿干活的宫女都是满肚子的怨气，只有你还不停的伺候她们。有一天我也会老，希望我老的时候也会有人愿意细心的照顾我。进宫以后，我觉得我看到的都是锦衣玉食，宫女们都貌美如画，那些女官们都气派不凡。 没想到这宫女也有这样的人间地狱。想当初，我与她刚进宫的时候，也曾是国色天香，肌肤胜雪。后来，只因开醉了主子，被打伤了脸。之后，我们就被编派到这里，干这些不尽天日的活儿。我恨这座皇宫，我恨这里所有的人。 我恨，失败的，我更恨。你这样恨他们，你会活得快乐吗？每天夜里，一听到他们的哭叫声，我的心就如同被蛇虫噬咬，不得安宁。可是我不恨他们，不骂他们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我还能够重获美貌。 我还能被重视吗？我们虽然帮不了他们，也救不了自己。不过我们总有能力让他们过得好一点。你看看他们，都已经风烛残年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们的余生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呢？也许啊，春华说的对，桂枝啊，他们就像是我们的一面镜子，临终之前，你也不愿意像他们这样活。 淑玲，你终于熬出头了，你！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恨我，可是我有句恨谁呢？我要是不打你，不骂你，我这一肚子怨气，我就向谁发泄？你说这，你，哎，这李淑玲就是李尚公，他常把人给认错。淑玲啊，你原谅我吧，你原谅我吧，淑玲，你原谅我吧。
已经不行了，他很想得到李尚公的原谅，可是李尚公又怎么会到这儿来呢？原谅你，原谅你啊！你帮我看着他，我去找李尚公。你别傻了，李尚公恨他都来不及呢，怎么会上这儿来呢？可这是他最后的心愿，我不希望他带着遗憾离开这里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去试试。哎呀，当心触怒李尚公，你出不了无痕殿。就是，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年轻之时跟随过的刘长真现正在弥留之际，想见李尚公一眼，你帮我痛传一下吧。你知不知道李尚公跟那个人的恩怨？李尚公会去见他吗？哎呦，你快走吧，吵醒了李尚公，你可是罪加一等啊。不，我不能让刘长真带着遗憾离去，求求你帮我痛传一下吧。哎，李尚公，哎呦，求求你帮我痛传一声吧。别走了。哎呀哎呀，李尚公还不快走。是，办丧事没有及时成婚，就毁了我一生啊！我恨，我真的是恨啊！淑玲，我们都是后宫的女婢，除了互相欺负以外，这些怨气又能向谁去发呀？刘长真，你别说了，快起来。不，我要说，淑玲，你恨我吧，你恨死我，我也不怪你。我们的命啊，我们为什么要进这个宫门来呀？刘长真，我不恨你，你好好养病，我不恨你。你真的不恨我了？是，我不恨你，我不恨你。那好，那就好了。
这些纸船是为刘长珍送行的吗？啊，李相公，是。退下吧。是。虽说人死如灯灭，如果真有来世的话，希望她能做回一个平凡的女人，既可为人妻，也可为人母。昨夜惊扰了李相公，还请您原谅。说来我该谢谢你，能让我最后见上刘长珍一面。您恨他吗？我也不知道是恨还是放不下，他对我百般凌辱，百般挑剔，可是他又教会了我一身的好手艺，没有他的严苛，也没有今天的我。昨夜他临终之言，我才知道他心里有这么多的苦。能给我一只吗？当然。刘长珍，你一生都困在宫中，死了也离不开这儿。希望这船能带你流出宫外，重获自由。刘长珍，李相公已经不再恨你了，你可以安心上路。一个月期满后，你便可恢复原职。谢谢李相公。李相公，春华有一事相求。什么事？无恒殿是低职级的宫女们终老的地方，虽然他们并没有立下什么大功劳，但是也付出了不少的血汗。可是无恒殿的环境实在是太恶劣，照料的人手也太少，他们在终老之前也得不到好的照顾。春华恳求上宫向上呈报，多派点人手给他们，让他们在最后的日子可以过得好一点。我会考虑的。快看，月宫局又要选新人了。当个乐师也不错，受过别人待见。谁不知道，可是很多人都这么想，要想进去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哦。春华，你干嘛？方上医殷思月，你失魂落魄的在宫中行走，若是碰见了太后万贵妃，你怎么办？算了，殷思月，别责怪她了。春华，月宫局在招新月宫，你也试试看吧。我怕我技不如人。你在宫中这么多年，我们是看着你长大的，多种乐器你都运用自如，我们是不会看错的。两个月后会进行考试，选最好的人才进来，这是个好机会，你最好把握住了。我先回去想想吧。哎，方上医殷思月，我想起来有一个人很适合当月宫，不知道能不能给他一个机会。每个宫女都可以参加，只要技艺优秀都可以，没有给不给机会这一回事。可是他只是浣衣局的一个宫婢，不知道他能不能去。方上仪提醒的是你，又不是别人。月宫是以曲艺伺候皇上和宫中贵人，只要他技艺出众，宫婢也是可以参加的。真的啊？还有两个月，自己好好把握机会吧。方上仪亲口告诉我的。韩香，你可以借这个机会离开浣衣局了。可是什么？我连乐器都没有，这些年都是你拿上公爵的练习乐器来给我把关一下而已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我看就算我去考也考不上。
还是你想的周到。你最擅长的是琵琶，哎，你放心好了，我想办法买一个给你。那你呢？你不考吗？我知道桂长的死，你还是放不下。你觉得自己救不了他，很对不起他。我也知道，你认为如果你过得好，会更愧对于他。但是你想过没有？桂长他泉下有知，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他又会安心吗？你已经尽了力，我知道，桂长他也知道。你别再难为自己了。这次考乐部，如果你不去的话，我也不去。你去我才去，那怎么行呢？我们三个人是最要好的朋友，有喜与共。现在桂长不在了，如果你每天都要伤心度日，那我就陪着你好了。安香，桂长的下场你也看到了，在后宫里服侍主子稍有不慎或是运气差，死了都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可是如果被选进月宫局，那我们只要表演技艺，只需要让皇上和主子们欣赏，就不用卷入后宫的纷争之中啊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有想到。那你一定要答应我，我们一同去考。春华姐，你看一下价钱。古琴的价钱这么高啊？琵琶便宜点，你可以买两个。韩香是弹琵琶的，我如果再买了琵琶，到时候月宫局只要一个弹琵琶的，我们两个就有一个要落空了。对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哎，扬琴便宜，那你帮我买扬琴吧。扬琴？扬琴你行吗？小时候我也学过，没关系，买回来我一定努力的苦练，可以成功的吧？回来了，春华姐，你真的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以前的春华姐回来了呀，前阵子的你啊，不知道多让人担心呢。我会振作，不会再让你担心了。小安子，谢谢你关心我。不用谢，能关心春华姐是小安子我的荣幸。我有这么重要？当然有啊，宫中流传一句话，春华笑吉星照，春华哭被鬼捉。胡诌。真的？不信你去问啊。不跟你闹了，对了，还得麻烦你再帮我跑一趟，等我攒够了钱，我再拿钱给你，你先帮我留意店家，一定要挑最好的。嗯，我一定会留意的。等你跟韩香以后都进了月宫局，记得要为我弹奏一曲。一定。你怎么带我从这里走啊？这可是吴皇后以前的寝宫啊，怕什么？又不是我们害她的。给林思政的点心送晚了，轻则被骂，重则被打。那就快点。听说了，是林思政那边的菊儿和兰儿遇到的，两个人现在还呆呆的呢。真的？你们在说什么？参见贵妃娘娘。本宫问你们在说什么呢？只是说一些宫中的传闻。传什么？你们刚才不是正经津乐道的说着吗？说前皇后宫中闹鬼是吗？无稽之谈，再由你们添油加醋变成什么样子了。王直，在替本宫掌他们的嘴。是。臭臭嘴臭嘴臭嘴，以后不要乱说话。Thank you.
谁都得死。臣妾刚才做了个噩梦，有贼人拦途抢劫。是吗？惊扰到皇上，是臣妾不对。皇上，您睡吧。宫中真的闹鬼吗？这个奴才也不知道。哪里有什么鬼，都是宫里人在胡说八道。皇上，这可是前皇后的寝宫，这是个不祥之地。这是九五之尊，何惧之有？启禀皇上，贵妃娘娘派人过来请您移驾于花园，观看夜开的百合花。叫他向贵妃汇报，就说这明日早朝不想外出。可是还不出去？是。下午去了吴皇后的寝宫，回来以后便郁郁寡欢了。去了吴皇后的寝宫啊，
有劳你了，我先回去，我得赶紧回报。好。禽流子，都是外面那群无用的骄奢奴才惹的祸。去传李尚光、林思政来。是。回娘娘，林思政和李尚公他们来了。李淑玲，林景云，参见贵妃娘娘。你们上宫局眼中还有我这个贵妃吗？贵妃娘娘息怒，如上宫局中有人冒犯贵妃娘娘，请贵妃明言，下属一定严惩不赦。前皇后宫中闹鬼一事，可是你上宫局中的宫女传出，此事已经惊扰到皇上与本宫，你们可知罪大？下属略有所闻，并已下令宫中各人不许再谈论此事。哼，一句不许再谈此事就可了结？就是以你上宫局刑法太轻，以至于所有的宫女们不知礼法。此事以讹传讹，实在难知谁是源头。大胆！以李尚公所言，此事是否就此作罢？贵妃息怒，下属可逐层查问，定可查出源头。林思政，既然你有办法，本宫就乐观其成。退下。是。李尚公，刚才下属一心想平息贵妃怒气，方才自作主张说要彻查此事。林思政，这也不是头一遭，赵贵长之死不也是为了平息贵妃娘娘的怒气吗？追查下去，下属死伤更重啊。好，那这次呢？你说要逐层追查，上宫局中有多少人知道皇后宫中闹鬼之事？你要让多少人丧命才能有个结果？我听说当晚在前皇后寝宫遇鬼的人是你的贴身宫女，你要惩办只能惩办这两个人，如再动其他人一根汗毛，休怪我不客气。换衣局，你要好好看管。是，把他们带进去。马掌正，我们不是造谣生事，我们说的都是实话。我们真的在前皇后寝宫遇到鬼了。不想活了，想死是吗？进去，带走，走。菊儿和兰儿都是季乔的好朋友，所以被派去伺候他姑姑林思成，想不到竟有如此下场。我早就说过，就算贵城和季乔一伙，也改变不了他的命运。在后宫之中，除了自求多福之外，谁也救不了谁。是啊，你说的对，真的是要自求多福。所以我们两个这次一定要考进月宫局，改变我们的命运。现在委屈你先用这个琵琶弹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等我存够了钱，我就帮你买一个好一点的琵琶，加上你的琴艺，你一定会考进月宫局的。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，成功与否都不许你为我太难过。可是你的月俸平常已经给我用了大半，哪还有闲钱给我买琵琶呀？我不想你为了我吃那么多的苦，宫中吃的喝的都有，哪有什么苦可以吃啊？你总是这样为了朋友不以为苦，不跟你说了，快点练习。非娘娘身边，娘娘才会消气，除此没别的办法。望尘映月，
你们在嘀咕些什么呢？娘娘没有啊。你当过国王了吗？王直，你说你在背后讲本宫什么呢？回禀娘娘，奴才刚才说皇上已经多日未到贵妃寝宫，看来是对娘娘有所不满，情况不妙。你是说本宫就会失宠于皇上了吗？奴才不敢，奴才不敢，奴才只是担心，自从我在娘娘身边伺候那天开始，已将娘娘的荣与辱寄予我一身。你配跟本宫相提并论吗？绝对不配，一世都不配。不过我只知道，如果贵妃在宫中荣耀，我们在宫中走路都可以抬起头来；如果贵妃受辱的话，我们永远被人看不起。我们跟贵妃就像坐在同一条船上，贵妃就是船上的贵客，我们就是船上的船夫。做船夫的也希望可以将贵妃顺顺利利、无风无浪、风调雨顺地送到彼岸。好一张利嘴。好，本宫如今面对贤祖，你有何良策？回禀娘娘，奴才年长入宫，虽然走得不如他们快，力气没有他们足，但是我有可取之处，就是要花娘娘一点时间来计谋我。说来听听。皇上，免礼。臣妾知道皇上近日正事繁忙，本想不多打扰，但是宫中有规矩，凡妃嫔出宫必先得皇上的批准，所以臣妾不得不来向皇上辞行。辞行？你要去哪里？自从前皇后重病身亡之后，臣妾知道皇上心有不安，其实臣妾心中又何尝安乐，所以臣妾希望到清华庵清修一些时日，一来为皇上祈福，二来也可以为前皇后超度亡魂。好，朕就依你所造准你出宫。谢皇上。王直，在。命人备车。是。臣妾告退。太后，太后，什么事情啊？这么着急？宫中出大事了。什么大事啊？万贵妃到清华庵清修，还没归亲啊。真的？千真万确，奴婢刚听到消息，特意到宫门前去打听，亲眼目睹万贵妃乘着马车离宫而去。一定是先皇庇佑，让哀家的皇儿醒悟了。你给哀家盯着点，切勿让前太后在皇上面前替那妖妇说情。是，奴才知道。谢菩萨保佑。七巧，你没跟万贵妃出宫吗？我只是个送医的，平时连贵妃娘娘的样子都没得见，哪会跟去？还以为你可以趁机到外面去走一走呢。你知道什么呀？皇上与贵妃闹不和才让贵妃出宫的，要是日后贵妃失宠的话，我曾是她宫中的人，也会有什么好去处？你未免想的也太多了吧。是啊，贵妃连皇后都能整得那么惨，绝不会那么容易失宠的。但愿如此吧。
这首曲子好像在哪里听过，就是春华平日常挂在嘴边的那首曲子。怪不得那么耳熟呢。他跟欢衣局的韩香很熟，听说想一起考进月宫局呢。他们想考进月宫局？嗯，我想没那么容易吧。七巧，我们该去送衣服了。觉得乐器还是不行，韩香，你再忍一些日子，再过几天我的月凤就出来了，到时候我们就有新的扬琴，还有新的琵琶可以弹了。都怪我没用，什么都得依靠你。这怎么能怪你呢？欢衣局里面本来就没有月凤，等到我们一起考进了月宫局之后，我再慢慢跟你算。那你到时候一定要过算才是啊。那一定。真希望我们两个都可以考进月宫局，以我们的情谊一定可以的。看看他能不能修一修啊。什么以退为进啊，本宫在这个鬼地方住了三天了，皇上连一个口讯也没来，难道要本宫在此敲经念佛终老吗？哎，娘娘啊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，千万不要心急。如果娘娘呢没有皇上那么坚忍的话，那这场仗肯定就会输的。那你说说，本宫还要在这住多久啊？快则三天，慢则五天了。还要三天五天？